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梁，欢迎小梁 vlog。你们看到吗？今天大阵仗。现在在那边搬东西，你在那边拍。没办法，我要给我观众看我今天去做什么。你看我中屌哦，我也要拍给你们看。你看，为什么会这样大阵仗呢？原因是因为我们都要去做我们第一次做的事情啊。这里十个人完全没有做过这件事。买这小两的么？你看，妈的，车后箱都装不下。买麦币就好嘛。妈啦喂！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可以啊，好啊，这样。哇，你看我的车要装一个大水哦，你直接放中间呐、啊，然后你脚开住、啊，不是你的脚中间，啊，然后你 OK， 你的啊，你的左脚去那边，这样子就比较舒服、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可以坐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看到全部上车了 ，OK， 没有错吧？你刚刚很开心啊，全部搬东西是我们。没有没有开心，我没有讲我开心，我讲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啦，是很轻松啊。现在我们就要去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情了啊。就是营长还有营长，是的，队长，你这位放那个叉的喇叭吗？对呀、啊，放这里。全部东西放我车，因为我的车够装。你的车是最旧的、啊，别人知道他一定很生气。完，等等，满了。那哎，真的满了啊！这两个车啊，中间是不会装东西的。这个车不叫五人车，这个车叫四人车，因为只可以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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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要露营哎，就买锦衣啊，因为锦衣够装吗？一人车你看一下，很得装啊。哦，所以是弟弟啊。弟弟厉害哟，真的是得装，他一直一下哇，哎，你懂他，我们的上层可以在他身上。可以不要是弟吗？哇，什么什么舞 ？MS 八。哇，装吗？辣妹都装不到啊。OK， 我们就到了这个位于大丁吉尔一扣杯啦，然后你们看它路口是这样，很 Q 啊，看到吗？然后很安静，非常安静，你们别讲话噻。嗯，全部都是宠物声音，所以晚上我真的想象不到它到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。我也不懂我拍到拍不到没有 ，OK。我们去了解一下地形先、啊、了解一下地形然后才拿东西。OK， 这个阿达屋诶，我们有租一间，所以有人可以上去睡啊。然后厕所是那边的，203呢、啊？203是这个。哇，也不错嘞，这间面向海，这间吗？然后下来就这样吗？这样就是在这边啊。我觉得很好玩，是我们可以自己。想摆哪里？摆哪里？然后那个天幕要怎样摆？丢嘞喂！你看，从这边这样上了喂。哇！我还没有开门给我们。哇！喂！哎妈的，有什么从我头上飞过？这是蝴蝶。我们坐在中正旁边，这边是食物区域。哎呀，我弟在那来哟。大天幕先，那边天幕最难嘛，我看到天幕真的比较难。哦，他想要升级啦！来，来一个帮我拿去，我要看我的天幕。拍的嘛。哎，去吧。开 video， 你开 video。两只呢？这几秒还能吃小莲吗？小莲老婆哎，谁谁讲？那个接的接的 ，no。小梁老婆的店啊。我觉得嘞，这个东西现在一点吗？这个东西没有两点半是不会好的。我这样子看呢、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越少人做越好。就交给他们就好啊，就交给小兰了、啊。喂，小兰加油啊！给、OK? ，靠你啊 ！OK OK 。OK， 我不要录啊，我只要踏好我就给你们看。要录要录。烦恼烦恼，他不要拍我来拍，不可以不拍呢。
跑助跑。然后这个是查理，看 video 啦，查理。蓝哥，铺平了吗？铺平了没有？铺平。来下一个怎样？平啊平啊。那现在我们是女生来打，看我们会不会超过男生。十分钟后。哎、欸，慢点。题目很难呢。哇，我女生大的。哎，我们的灯要掉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小干净嘛？这个就是这样。跪下去，我跪下。左边一些。没有旁边呢。先帮我开拉链。还有密室啊？哦，就是两个房的意思。中间也可以睡，不是？成功了，绑 K 哎，绑那个什么帐篷帽吗？以前我做奈马 K 的时候，放 Kenobi 也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这样，什么东西都已经弄好好了，把那个帘放上去，插四个钉。哇，小豆，简单吗？我觉得是蛮简单的啦，搞清楚很简单一下，我觉得。你要多人帮忙，这样如果你两个人是应该是做不到的，小可能可以做到，就很辛苦，除非你有经验哦。而为我来录音之前呢，就看到一个故事，为什么会有人要来录音？现在都过这样繁忙嘛，为什么会有人来录音？就是他们想要就是慢的感觉，所以因为我们活不到太快，所以我们要来求欢，我们要来录音，我们要让这个生活慢下来，感受一下生活旁边的东西。好，你看它的海。很爽啊！我去吃一个午餐啊，只要拍一下我们午餐准备了什么。等下拍高物给他们。哦，对，那个要上去。然后我们这十个人都是第一次来录音啊，所以看一下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。刚才也要吵架了。啊、我们女生在打的时候。对啊，我们搭帐篷的时候会吵架。所以我就来拍一下，到底第一次录音会发生怎样的事情，你们可以怎样避免呢、啊？可是我现在暂时是很顺利啊。嗯。就什么都很 OK 啊。然后起那个啊，然后起帐篷啊，听讲这个主帐篷的认识我了，喂，可是我现在没办法把你们的联络方式放上来，logo 那些没办法放上来。如果这次有的sponsor，我就可以把你的所有方式放上来。你们的东西不错啦，然后效率也不错啦，问你们东西你们可以马上回答啦，就是跟我们有。就是帐篷诶，蹦凉床，然后会马上升温，我觉得不错啦。可是就是很可惜，就讲到你名字出来，现在是我录音的时候，没办法讲你名字出来啊。有机会再合作。方式okay? 我的业配不会很多钱的，我可以不收钱的，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不收钱。有些东西我用不到，就业配还是 OK， 我还是会收钱，可是收费也可以连接 admin 啊。这边我先去吃一个东西的 ，OK。准时了，两点钟，很准时。哇哇，好厉害！哇，有温度的嘞。我以为楼上有厕所。哦，就这样吧。没有，我以为楼上有厕所。OK， 它就是这样子的格局啊。哎呦，还有了泡水哟、哦。泡水是什么？哎，空开了吗？没有。感应卡插一下。有一个干蹦味，有一个我的干蹦味道，乌鲁座味道。哎，我还点在上面。我不敢卸。你卸很慢嘞 ，boss。因为危险，危险的话就安全，安全的话是要做什么呢？你的朋友搞幽默，我们聊夜配吗？我去配，我还。不会，你的朋友，我去找他，不然他单身很久，我会想不开呀。他想开呀。哦，哇，走回来啊，走回来哟。没有什么事，没有什么事。单身十多年，有什么事？喂，去走走一下。哎，不要看，不要看，哎，走，走开。走走走走
VPN 是什么吗？设下 VPN 可以让你隐藏你的 IP 地址，让你在网络活动更匿名，更加保护你的个人隐私啊。VPN 还可以阻止其他网络机构追踪你的网络行踪啊。不止这样，我还时常利用它解锁其他国家地区限制问题啦，可以连接其他国家 IP 来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哦。甚至在 online 买东西的时候，还可以减少价格歧视啊，因为在买东西的时候呢，还会根据你的地理位置，还有你的 cookies 来决定你商品的价格啊。所以呢，借助 social 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行为发生啊，还可以在网络购物的时候省下一大笔的费用啊。social 还有很多其他商品啊，例如 social antivirus， 它就能够及时保护，避免病毒损坏你的电脑啊。哎，走，就是这样啊。如果你们用到不满意的话呢，社社还可以提供你们30天的退款保证啊。一个社社的账号还可以无限个装置上使用哦，而且还有双十一优惠啊！点击下方的链接，并且使用小梁这扣的话，即可获得5个月免费使用啊！还不敢去？谁？叶佩也拍完了啦，可以好好的放松下来。OK， 我去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贝壳可以捡，可以带回去。这是那个隔浅的，很爽。下面的而已，所以会很深的吗？不会，啊，不会。你看，会沉下去。哇，这里爽而已，推到这样哎，哇，很下面的而已，哇，我可以走到很前面的这样。哇，超，超哦，哇，很大的这边。哇，可以啊。现在我已经走到很深很深了，你看这些地方全部都是那个海会盖掉的地方。人生苦，人生累，人生还要交学费。露营哎，其中一个享受就是吃西瓜。嗯，爽。上满嘴都是很爽。OK， 现在是傍晚时间啊，西北去我。我刚才看到四角蛇，我看到吗？我们看到这么突然间有一个东西爬来这边了。哇，蓝呢？去看一下。还游泳了没？看大字啊！我现在这天气西北舒服，这是5:30，然后没有太阳啊，现在很爽啊。然后你看，哇，哎，姐你可以玩吗？走去海中间了。然后那四角蛇刚刚走去那个位置哦。喵。怎样？怎样？只露营就这种感觉啊，就是走哪里坐哪里，然后chill。几回？你看几回？10X老哦，真的。真了了。OK OK。卖车。很好啊，拍到这样很。没有卖车都是这样的。卖车都是这样的。现在已经是傍晚时间了啊，就是我们的吃饭时间了啊，看到吗？
饱了，也冲好凉了，可以开始吃我了，那种阵阵凉风。到这程度还不知道了。我还有电话了，因为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在上班，我在上班。后面还念大朵花。我把你的礼物在你的胸前。要讲记得，走没？我送你的礼物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粉红色，喜不喜欢？握手握手握手，握手握手握手一下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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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月亮，哎呀，拍不出这感觉哦！哇，哇，拍到这样啊，看清楚啊！喂，天，你看小兰的电话 ，iPhone 拍更清楚啊！你看啊，是不是一只兔子？我跟你讲，月亮里面有一只兔子哦。那一人拍这个美，一人拍这个美。嗯，我拍了月亮，好看。哎，我的也是。那边纽斯说，就是在炒东西吃，就是在吃东西吧，来 ，OK， 哇，干香哎，先拿一个筷子来，哦，全部糊哦，这个，哎，这个肉真的很爽，我觉得。妈，你没记得你。喂，喂，你不要跌地上哦！没有，我里面没地。好爽哦！这肉哦，真的拍不出那个感觉。有一定尿床了，我喝好一罐、两罐山地，一包绿茶，我只要一定尿床，真的。老板，七分满还是九分满？九点五，九点五。一人看到这不太小时候会吐了嘛，如果我们把这个肉吃完的话。啊，原来有这个东西。没有，我录影有这个过程。来了，吃咕咕了。妈妈，我最喜欢吃咕咕了。嗯。我喜欢煮，不喜欢吃。咕咕很好吃哦。好吃啊。好吃。我要吃。你要吃大条小条啊？小条。小条的咕咕啊。喂你吃咕咕，怎么嘞？这样我们变回来，这样有筷子，这样变回来，这样变。哇，蓝嘞，真的是爽哦。你要放？看我们带有十多包面嘞。没有，带有十五包。明明现在才10:40，我们吃宵夜，所以今天是有望可以睡觉啊。我们刚才吃完了，就特地叫一个人去毁灭生气，就把这盘吃干净。你们的就有新的菜色要上来啊，就面面留给他们呐。我们吃肉。上去一点。还是这样。对了，不要吃面，我要留我胃，我要吃新菜色。新菜色啊。嗯。我来喂。谢谢妈妈。哇哇哇！好亮啊！炒那个猪肉，炒那个。对你这个宵夜满足吗？满足就是。我们也很满足啊，就是因为在家吃不到这样好吃的宵夜嘛。来这边有人煮，然后有人 service， 嗯，有人帮我倒水，有面可以吃。给。舒服啊，我整个肚子都肥哦。真的不跟你讲，在海边晚上不要乱乱讲话哦。嗯，今天我就死了。他不能骗你啦，他哪里有吵架？他哪里有胆骗你？我都拍出来了，他肯定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就对了。肯定没有啊。No， 你要我人格担保。可是你一定会
懂啊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事情还不可以讲吗？很难做吗？这是因为我们大家的事情。不要吃啊。我也不要吃，我们也不要吃哦。哇，鲍鱼，鲍鱼来！不要吃一米吗？不要讲。哎，给烟，给烟。不要。鲍鱼不要啊！你终于叫鲍鱼。维林牛是鲍鱼。他现在是垃圾桶。我们已经在那边吃饱了，你们在那边没有吃。就你回来是要给你吃先。不用。不用啊。哇，玩这种。传鸟啊你。你肯定没有感觉的啦，你要写生气才有感觉。你不要这样问啦。用那个咕咕蛋包啊，那个在哪里？那咕咕鸟啊。咕咕鸟一点那个蛋包性都没有。人头我用人头蛋包，我用他的人头。有啦。OK， 我用他的人头，就是这样好了。没有一个。如果现在他们有电脑啊。把没问看，把要不你看着维林，先看 VCR， 那时候不是帮维林看的吗？可能没有，可能生气的会是你哦。可能呢、啊？我讲维林不 care 啊，肯定不 care。他肯定不 care。这样怎么是你做错事情 ？OK OK， 没有，你没有感觉，你肯定100%没有，没有感觉，你不要惹我，一百没感觉，很难讲，你很难讲，很难讲。我的帐篷初体验即将展开啊！我看你不要睡外面，你不要睡里面嘛。我睡外面了。啊，我不想睡里面。这样我睡哪里？我睡里面了。我怕黑暗。哦 ，OK 哦，这是我们的客厅。OK， 外面还可以有人看进来。OK， 我还可以锁住这样。OK， 这里就是另外一间房啊，两房一厅啊，这里是。OK， 我觉得这里很浪费，应该是可以再睡多一个。双人床这样子，总之我应该是拍爆什么东西啊？这里 OK， 我先想办法睡个觉这样。Good morning, everyone. 几点了嘛？我早上起来，然后四点回去。check in， 是不是你 check in？ 今天早上睡到一半的时候还下雨哦，我想我够力哦，会不会进水我帐篷？原来不会，安全。哇，早上起来看到这样，极爽，去刷个牙，吃个早餐。等下就准备回家了。来露营的时候是很兴奋、很开心，打起来我够是很 chill 了。可是最累的就是现在这个环节，抓的不干净、不干净这样。我在放弃耶，还有。怎么？你在做？哦，你在挖那个钉啊 ？OK， 我们已经把这边清空了，你们看。OK。来的时候是很爽很开心，回忆的时候是真的是很累啊，因为很多东西要收。你讲我还有下一次，你要我下一次，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不要收了嘛，就是我们一来完了都不回啊，也不要准备食材那种，就是买冰冰。你这样这个有点过分了。你有烤猪肉的哦？我要吃猪肉。你有猪肉的？像今天晚上这样的程度，这样都不可以，要用草了。就这样啊 ，OK， 我要露营。两天一夜之旅就这样结束了啦 ，OK。我看有没有下一次啊？下一次我再拍给你们看啊，看跟不同的人来有没有不同的感觉啊 ，OK。啊，安迪煮的有什么啊？看啊，煮的绿茶。今天有煮凉茶，安迪有西瓜凉茶。哎，他真的外国凉茶。这个很黑耶，这个凉茶。真的很像哎。给钱呐。OK 啦，妈。这我可以带回家。给钱。嗨，所有的冯派同学，大家好！你们的福利来咯，来临的11月19号3:30到5:30，我们将荣幸的邀请到 Ivin 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大学的资讯哦。Ivin 老师将会跟大家分享每一间大学的 Top 3科系以及学费分析哦。这个大学资讯会呢，也非常适合想要进新加坡升学的你哦，因为我们的 Ivin 老师将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新加坡大学的资讯哦。所以大家还没有找到目标，还没有找到
自己心仪的大学的冯派同学们都非常的欢迎你们过来听 Elvin 老师的分享哦，因为你听了你才会有资讯，才会有想法，更加的有目标去考你们的 SBM。所以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的冯派同学，不管你是院内还是院外的冯派同学，你们都可以过来哦。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欢迎来 PM 我们的客服。